妈给我一毛钱买了一个糖。怎么了，小妞啊？哇，小九，你的糖五颜六色的，真漂亮。我也想吃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？不能，你想吃，让你妈妈给你买去啊！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妈妈，你看人家妈妈买的，你也给我买吧。傻妞，乖，这糖吃多了对我不好。你不给我买。买糖果，来来来，就在张小姨这里买的。哇，张小姨，怎么了，傻妞？你啥时候开的小卖部呀？这是我爷爷的小卖部，我帮他看着呢。哦，那行，你看你要买什么？看一看，这用哪一个呢？哎呀，小九，这你经常来小卖部，我也没来过，给我说哪个好吃一点吧。好，好，这个我在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哪个最好吃。这个米奇草莓加巧克力味儿，里甜甜的，还有这个汉堡糖，吃进嘴里有嚼劲，津津的，还有这个风筝糖，不仅漂亮又好吃。这个滴答糖，滴滴滴滴答答，又甜又香甜。嗯啊，说的这些我都好想吃呀。还有眼珠糖呢，对对对，都好吃。傻妞，你看这没呀，就选两样吧。好，妈，我要两个汉堡糖吧。这两个汉堡400块。哎呀，这太贵了！不贵，一个才200，那么贵吗？贵死了！妈，小猫咪糖、啊，这个便宜，这个100块钱一个。啊，一个小猫咪糖又要100块，一口咱们一个妈就小气。对呀、啊，那么便宜它还嫌贵。不是小气，那么贵，咱不买了，走。哎，这个风筝糖肯定便宜。哎，这个风筝糖便宜，才10块钱，便宜便宜吗？10块钱还差不多，10块钱是你给的一个，不是那么多。走，咱不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要个美猴蛋，对，美猴蛋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要一个这个，这个也是10块钱。嗯，那好吧，要一个这个吧。哎呀，这丫头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。怎么能怪我呢？蛊惑我没吃糖，我又没有蛊惑，太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傻妞妈真小气。下次我还给你带生意。行，来，我给你送你一个好吃的，下次给我多带点客户。行，张小雨，谢谢你。没事，